昨天晚上啊，我做了个梦，给我老婆两巴掌，哎呀，真是那个爽啊！迟早有一天梦想成真的。哦，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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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喝酒啊？哦，好嘞好嘞，老婆，我去喝酒了，你在家好好休养啊。医生，我老婆多久能好？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，最少三个月吧。啊？你多陪陪她，让她心态放好，这样子她会好得快一点。好的，谢谢医生啊。老婆，你听到了吗？至少三个月才能好起来。老婆，为了你不那么无聊，我给你展示两个才艺。喂，三缺一。哦，好好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老婆，你听到了啊？三缺一啊，没办法。老婆，这个搓衣板好久没用了，都发霉了，不知道现在还好不好用了，我试一下。喂、喂、喂。哎呀，还是不试了吧，等一下搓衣板坏了就不好了。哎，老婆，我新学了一个舞蹈，还有一套醉拳，我展示给你看一下。Living life, every day, late at night, not okay, all I want.Fuck me, I'm looking in the mirror, so foggy, but I've never seen clearer. I don'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. Saving,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. Don't try it anything. Everything, see you in the next life. My head's on straight, gotta flip it. 接下来到醉拳环节，打醉拳，醉拳有三点。第一，要喝酒。第二，还是喝酒。第三，不要浪费。老婆，我来看你了。我还没死呢。自从你受伤以来，我的酒喝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了。哦，老婆，对了，我最近不是在学那个舞蹈吗？有个老师跑过来问我，
要不要学那个拉丁舞啊？我当然要翻了，跳拉丁舞啊，最主要用手啊、腿啊，对吧？我怎么可能学嘛？后来他又说啊，要多练那个手啊、腿啊，就没那么容易受伤。于是我就学了那么几招，我展示给你看一下。啊！现在呢，我去放音乐，给你跳一次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我感觉这个舞蹈还没有我的舌头舞好看。我的舌头舞啊，最主要是用脖子吗？好像不喝点酒扭不出来呀、啊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婆，今天我发工资啦。哦，我这钱藏哪里呢？藏这里，还是藏这里？还是藏，当然是藏这里的。哦，老婆，我给你买了一份礼物 ，AI 智能蓝牙音箱，我现在展示一下里面的功能给你看一下。你好，小云。在呢。我好开心，英文怎么讲 ？I am so happy. I am so happy. 你好，小云。在呢。我老婆受伤了，英文怎么讲 ？My wife is hurt.Why why is here? 不开心啊？你好，小云。在呢。我老婆不开心怎么办？可以讲笑话或者唱歌哄哄她。哎，老婆，我给你讲笑话。你好，小云。我在呢。帮我放一首轻音乐。好的。从前有一对夫妻，他老婆呢经常不让他老公出去打麻将和喝酒。后来有一天，她老公就出去了一下，被她老婆发现。后来她老婆就一巴掌打过去，她老公一躲，她老婆就砰一声摔到地上。结果呢，就把那个脚啊、手啊、脖子啊、头啊都给摔伤了。你说搞笑不搞笑？喂，啊，三缺一。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明知道我老婆受伤了需要人照顾，还天天叫我去打麻将，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再说了，我老婆一直都不让我打麻将，我不出去打了。有对吧？每次都叫我出去打麻将，来我家打多好，我家又空旷又凉爽，是吧？你好，小云。在呢。帮我放一首适合打麻将的歌。红警。